我是长，我是焦野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橘焦日常。夏天马上就要到了，今天我跟焦野就扮演水果忍者，给大家杀一杀水果。我们找到了一批志愿者放在这里啊，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行动之中。没有错，我们第一个要杀的就是西瓜本人，第一道绯红女巫，焦野放屁。绯红女巫，500克西瓜，200克冰块，再加入适量的水。哇，爽，冰镇可口啊，特别适合夏天去喝这样的一个东西。因为这个瓜是我买的嘛，16块钱，自己榨，健康又好喝。16块钱，我估计可以榨个7、8杯。而是在商场里买一个西瓜，就我买大半杯。当然，这个也不是所有人可以做出来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瓜是我买的。哇，是这么甜。OK， 我们直接进入下一杯诸神的黄昏。我们来洗一下杯子，洗一下杯子。不用了，你就放在那里加点水搅一下就可以清洗了。加点水搅一下吗？黄昏，300克芒果，1个百香果，加水淹没芒果即可。来，焦今天一口闷啊，自己榨的贵的要喝完。这比看起来好喝。一开始我想象的这个感觉是有点迷的，因为刚才我会感觉说西瓜是一种非常直接的，但它这个呢带着一种暧昧的感觉，有一种酸，对，但是它又有一种要推你过去的那种酸。对，然后百香果这个东西就纯香加纯香在一起，反正觉得比它看起来好喝很多。没有错，反而是有了一种特殊的韵味。小猪佩奇，我是乔治，这是我的妈妈。先放入200克草莓，再加入2瓶益力多即可。这样一杯小猪佩奇呢，我跟焦野我们两个油腻的中年男人呢是不适合喝的，太粉了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就要把这杯献给我们公司最粉的一位男士。来，我们让我们的这个热花姑娘送给他。热花姑娘，把这个交给他。好，走吧。走。Hello， 下了一杯很少女心的叫小猪佩奇的一个饮品，两耳朵一个特写，这是献给全公司最粉的一个男士。初恋的味道。你是怎么会知道初恋的味道？那就说一句吧，我觉得好喝不好喝？好喝啊。那如果我们出了榨汁机，你会买吗？这个再买2台，来给自己。还有一台。水形物语，半颗牛油果，一杯牛奶，一勺泡发了5分钟的奇亚籽，喜欢甜一点，可以加2勺白糖。啊。相比之前呢，这个味道要更纯厚一些。有没有那种粟米粥的感觉？因为这里面它 有, 它有那个牛油果。其实牛油果是很神奇的一个东西，可以在一些沙拉呀等等很多食物中可以放入。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吃东西觉得不够香，其实就是油水不够。但是放入了油水以后，你就会长胖。牛油果就可以提供这种油水这种醇厚感，同时呢它不会让你长胖的。然后刚才我们放入那个奇亚籽，奇亚籽的特点其实就是放水以后它会膨胀，所以说就是为什么会饱腹感，就会给一种你吃饱了的假象。没错。然后你就不会再去吃一些会让你更胖的东西。对，所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健康，就是一种绿色的一种饮品。对，就像这种喝起来你跟我一样，喝完以后你就。跟他一样那种感觉。堕落天使，250克凤梨，150克火龙果，加水淹没凤梨。喜欢甜一点的，可以加2勺白糖。其实基本上初始的配方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，但是我们要加入橘胶特调的属性。椒盐上 whisky 啊，酷，好，耶，哎，堕落天使，哎，可以，没有挺迷的啊，可以可以。话说啊，为什么这个名字叫堕落天使啊？很简单，王家卫的电影你们看过了？堕落天使那种迷幻的那种霓虹那种灯光杜可风的那种移动摄影，有没有抽帧？我们来一次抽帧啊，那个抽帧。我憋不下去了。我觉得不管叫灭霸。最后一杯喝完，我们最后一杯走最后一层。老子没嘴。干掉了这么多志愿者之后呢，我们终于来到了最终的彩蛋环节。最终彩蛋环节呢，我们给这些志愿者报复我们的一个机会。既然编导已经买了这么多东西，我们也不要浪费。这个很重要，传统美德，没有错。我们就都混一下，试一下，看最终我们会做出一个怎样的橘胶特调。来，先从哪里开始？先打开，哇，先把这个打开，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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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
看一下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效果，丰富的色彩，有那种大自然的感觉，于是我们就叫它乱世巨星。乱世巨星。OK， 这一碗乱世巨星让爱变得很满，所以我们不可能独享这样的东西的。每一个参与这个项目的小伙伴，大家都辛苦了啊！辛苦了，辛苦了！来，好，给大家拜年了，来，哇，咽下去。这其实就是地沟油的味道，这真的是地沟油的味道。杀青，赶紧喝。哇，我真的瘦了耶！看完点赞，体重减半。什么？我中奖了，100万！赞完就转，月薪百万。